现在时间1:04。走了。这才是重点，不然那边会短命。对，不管怎样，我现在时间到了，5点到6点就是运动。运动完就是好好吃一顿，然后再把你煮回来。晚上煮回来，晚上可能加班1小时回家。严格控管上班时间。加软。
线拉到下面去，啊，上面就是说你怎么翻过来了？上面很有弹性，嗯，那很有弹性，这样照两层，我想都试试看，因为预测下我可能要的。还在挖？挖什么？怪手，不知道在挖什么。到山的另外一边，大概在这一栋这块那边去。不然你看哦，现在有两只怪手跟一个山，还有那里有说什么没人在用的那个别墅区，嗯，对。这里我觉得纯粹想要进步的人非常适合，练功处人很少，啊，心理压力，啊，都说鹿岛乡白鸟都说人多到爆，欸，他都说人鹿岛乡人多到爆，嗯，那样子很难练，前面就算一个人，对啊，就是，这样就让你动作做不好。然后他男朋友是用词是说他执行，哎，好像是说执行向行，一路执行。那我就说，嗯，我一路直板，我就归西了，就不会什么，就归西了，我就死掉了。为什么一路直板？一路直板他是雪板的，欸，他飞超快的，欸。我是说，为什么他会一路直板？他没有一路直板，他男朋友只是说他一路直行。他说的是直行，是说他没有中途休息或什么。一路直板，我就听他，我就说你一路直板，好勇敢哦。前抬后抬，再看哪个姿势最舒服。好像往前抬一点，我的脚跟才会舒服。因为我觉得是今天的鞋子鞋板很重，然后脚这样挂着，觉得
一天就是最狠，我们来的前一天下了3公分，所以那个刚降下来的最狠的那种阻力最大，那你那时候不会动。看你都过去那边了，对，好可爱哦！小朋友滑真的很可爱。哇，我的角度呢？我不知道你要什么角度。我现在正看前方，它是平的朝上还是下？朝下。朝下多少？一点点就 OK。没有呢，大概5到10度之间。可以要下车。啊，可以。我这是高货，它可以。所以你觉得呢？下次就看到你们带新版，就省那个雪板的钱子啊。你说我们跟滑雪团，然后不租设备，那我们好像还要。那还要放啊。对，套那就整套啦，每年2次就省下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先溜顺的，不要溜这边。小车开了没？还没。我刚刚岔了一下。我知道，我刚刚在刹车，你怎么了？就岔了一下。想转就转了啊！啊，上面的绿线，你要记得多久啊？啊，记得多久？啊？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你跟我觉得怎样？跟不上吗？没有，因为我稍微刹车过。嗯。我刚好也在练习一样的东西。因为现在太慢，所以先转好了，带来了一点速度来转一下。慢慢来哦，早上回想早上的那个踩单脚重心出去，然后就下来，另外脚收回来。
我要走这边啊，走走。你说走，我要去啊，先走再说。来，我把它调整一下。哎，你怎么又换台了？哦，这边充着电啊。来，我看。哦，啊，交换一下，有可能啊。换这台，我们两个交换好了。嗯，上去缆车上换。好。这样我们就要背两个，背一个大雪袋，心里要一个大雪袋。要可爱的雪板，啊，大人的哦。对，我知道小孩的，我看过小小兵。我想要 Licky 或 Kitty。这个漂亮图案的啦，那有没有卡到图案的？你可以自己贴。自己贴会掉嘛？贴纸贴上去不会掉。大头那个贴纸贴都掉。而且是你贴的是你那种很黏的那种。
电池动作非常繁复，要先拉下来，接着下面打开，接着电池拿出来，再把电池拿出来交换放进去，再把它套回去。你现在不是充着吗？还要换电池？我是用数字来推算，例如说它充满要花3小时，嗯，那它电池用完只要1小时半，嗯，那理论上我边充边录，它应该是渐渐减少才对。应该还好，哎，应该还好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的猜测。有戴眼镜的时候就看不到上面了。有了，有点翘高。下一点吗？这样吗？水平就好。差不多。好，那就好。那我的嘞？你看你的正前方，平视哦。好，这样刚好。那你要不要再低一点？你的蛮高的。因为我。你是要拍到你的那个板子？后来发现实在没差，自己注意自己的动作就这样。第一天的话有差，第一天看到自己的管子。还在拔。哎呦，对啊，而且第一天就还没有热开啊，对啊。没事，这是自撞的，我帮撞了。没关系啊，你平看还是一样啊，好的很。我只要头往前就会撞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停什么？就瞧一下座位啊。屁股摇一摇。好了，开起来了。我比较怕是到苗场又从头开始。不会，你这个坡道都可以滑，你要把你放松，你要慢慢学会放松。你现在滑都可以滑了。我们很简单啊，去苗场，而且教练也会带。然后第一圈第一次一定都是会热身，对啊，热身就会有感觉，有感觉就渐渐。今天这种各种线你都可以慢慢下了，你就慢慢就学会放松，慢慢的把脚收起来。现在大家都是天下观察，因为你跟小弟就是差在他这一步，就是小弟现在放得开了，然后今天再学会控制。那你现在是控制还控制太多，你要学会先放开，然后再回来控制。慢慢来，这需要一点复习。反正就重复。对，需要点 repeat。你对教学影片有什么疑问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对教学影片有什么疑问，要赶快问哦。对啊，最后半堂课了。我知道，我都没做到教学影片要的啊。他说，缓慢的右脚、左脚，请注意哦，我的上半身都没到。有啊，你现在都可以了。我是说影片这样讲，那个教练做的很标准，然后也是跟上次的诀窍一样。你要是做不到，你就两个选，想象自己沿着一条线下来。然后只有下半身在那都，我就是朝着那个努力。你现在滑的还不错啊。我左右不一样，然后我现在在调整不确定的那一个项，然后调好之后再把它连起来。
有开哦。现在有开一张吗？我有开吗？有啊。哦。顺便发你一张。好。那我都没有帮你耶。没关系啊，好了哟。好，走，你先走。越来越高啊！我用回山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玩一个小游戏哦，等一下呢，是只滑第一个，然后只是滑第二个，好，然后你们两个就你就跟着它的弯形走，可以吗？然后滑大概到，就是这个你们看到一根，嗯。九九再来。就这样啊。最好是停下来重来。好，那已经不管是从头跟到尾也可以。好。好。去跟一下别不同人的弯。好，感觉这样。那时间就很难了，要走其他的弯才会找你。我的比较重，我速度比较快，我要。所以你要 follow 他的速度。小弟先走，然后那个你就是你跟小弟的弯，嗯，跟近一点哦，滑别人的很难哦，跟近一点哦，好，小弟出发了，你先走哦，好。很可怕哎、欸，不会，那、欸、就好，好，好，好多人呐、啊，好，好，开合，开合，好，接下来等我。我好像自己会卡到自己，我没有站好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开的时候站起来放轻松。嗯。哎呦，没有放松的话，板子会卡掉。对啊。好，来了，来了。不是，还有一个事情啊，这好难推哦。不会很难推吗？啊？这里不会很难推吗？我很难推。啊？先到小弟后面，快点！啊？等一下哦，让他先转下去找你。小弟他还没走啦。他的弯在哪？不知道他的弯在。学长没有，很难，很难跟啊！来跟我弯走，
开始走太快了，对，所以他你后面其实有点在追他的轨迹，对，完全跟着他走，试试看，确定一点。你等一下跟我的弯，我弯多大就弯多大。很大。一个弯，我觉得弯多大你就弯多大。嗯。如果你没有弯很大，你这边你就想刹车想要转的话，你为了跟我下一个弯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冲太快。一路冲过来。嗯。嗯。懂吗？更危险。对。这样懂了吗？好。嗯，你为了跟下一个弯。跟别人的弯很难呢。啊？跟别人的弯很难。不会吗？不要想你自己的事情呢。哦，只能跟你只要想着跟着那条线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放空。放空我的脚。会有一点不同的心得。哦，跟你不同的人的弯走的时候，会有一些不同的心得。好，来，走吧。可能我就是走很多圈的那一种吧，就是这路你都不怕啊？这边上面我刚不是，我刚摔不是怕呢、欸啊，是觉得我没有办法跟到那个线。那你就跟嘛，你还没你现在都是先走哎、欸，先不是没有跟到，不是先偷弯走。你是说我觉得我该弯了？对，哦、就是我命还没转，但是你就先走，所以你根本就不是跟不到，你是自己先跑掉了。气死了！终于很在乎姿势，然后怎么会出现一些很哈佛姿势？怎么想说啊、哦，好像有点危险，坐下来。对啊，你看你刚刚跟他的弯也是，你都是自己先转掉、欸，
你不是没有跟上，你是自己转走。就哦，跟别人好难哦，我有要跟别人。因为那个盐湖比你自己选出来的路线安全。对，真的。我会滑你可以滑的路，嗯，好吗？我知道你滑的很大圈。没有，那个速度也是挑过的。那个速度也很慢，是你跟得上的速度。嗯，就是让你体会那个脚的那个力量，让你放松一点下来，学会放松。好。你要出发之前就深呼吸两口气，然后肩膀抖一抖，放松一口气。对，等一下你跟我的，然后小弟跟你的。哎、欸，对啊。哦、然后小弟你在后面，你就会看到那个会有两条线，那你就可以，你可以选你选择跟他的一下也可以，选择跟我的也可以。嗯。选择跟他的，然后下来跟他感想是什么？两个人互相交换意见。比较难。你跟他的反而比较难哦。有可能哦，因为要转更多。有啊，突然转跟突然刹我很厉害。我知道你的很大，但是就跟嗯，镜头这么多，那就好大哦。这时候就忘记什么手脚啊，滑出去之类的，不用管，就跟，不用管，都完全不用管。那时候那个盐很大，所以你做动作都不用想，自然而然的身体就会。我也没有空想啊，因为我一直在看线在哪里。你可以稍微看远一些些，而且不要落太远。不行，我大概就看不见了。我不跟近，我又看不见。你跟近一点啊，跟近一点，看前面一点啊。那就关机，就不用看眼。我就是要你跟很近的、啊。你只能落后一秒出发、啊。嗯。像他们会来划我的线的，他们就是都是基本上我在前面，我都感觉到他就在后面。嗯。后面有声音。就是影子也看得到啊。嗯。对啊，然后或者是声音，就你就只很明确，我只要一撇头就可以瞄到他。对啊。基本上我出弯，他下一秒他也出弯；我入弯，下一秒他也入弯。嗯，对，好近哦。这样子去跟着，他们就会开始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对，教练怎么样？是这样子怎么比较好？哎、欸，这样子滑怎么样比较好？嗯嗯。对，那你完全不跟，你一直在完全就是你自己埋头苦干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就跟你平常做事情，如果你自己一直埋头苦干，不参考其他前人的一些意见的话，嗯，对不对？就会做起来就会比较慢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我写黑白箱意见都抄别人的。什么黑白箱？写弱点的 comment 啊，嗯，然后 comment 把它注解掉，对啊，不是文，人家要抄写人的。嗯，就参考其他人的东西再来做，比较简单，比较省事，总比自己一个人那边埋头苦干个十圈好吧？嗯，就好很久。很累呀、啊，最后一趟了呢，最后一天了呢，嗯，要那么累，我们来玩看看，都已经第三天了，应该可以稍微再放松一点了。我刚刚真的没有紧张，真的纯粹是觉得我跟不到。为什么要自己想跟不到呢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哦、我的弯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嗯，比较大，这边这一段就会比较长。嗯，哦、所以可能我没有什么滑行感。你的脚，我的 forline， 对，你的 forline 这边，你的脚步就不能撇出来，因为一撇出来就转了哦。嗯、所以你的外板要完全跟着我的线走。嗯，我的线开始弯了，你才可以开始弯。嗯，你要懂吗？嗯，好、哦，你的外板要跟着我的线走，我的线是这样子一路圆滑下来的，那你的外板就一路这样下来，不能外板滑到一半就撇出去。嗯。这样就会弯走了。好。要感受到什么东西是安全的，什么东西是危险的。然后像，等一下你就给我就好，不用了。
不行，我带过不去，我带过不去好了。好，要往前吐一吐。对，没关系，等一下。对啊，那有些学生他们就会，在陡坡一开始会怕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教了两三个弯之后，就说，好，那看起来不错，好，那你们自己慢慢下去。一转头看那个上面比较那个慢的，看两眼再往下看，就慢慢下去那么快。其实一样。对，他们就说，哦，我一两个弯我知道说，哦，这样子会慢下来，我就不怕了。每次走下来掉了啊！放在啊！阿姨在做。哎呦！一条。
光了，地上的雪真的刮光了。前面那没有错，没有坡。你们他们两个走这个。哎。回头看。啊！哎呦喂呀！可恶，可恶！哎呀！那个黄色是走。那我不就坐在？你有拍吗？我坐在地上吗？等一下，我们下去等。来，准备好了没？我们走了。好。站起来。其实你就出去那边慢一点，再接。慢一点，先到路口，然后到那边准备好再出发。那你们两个保持一点距离。那就。先念一个观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念一个观点。到旗门呢？旗子啊，大概是要弯的哪个地方？你们觉得呢？帮你过来一点，帮我剪。我有点难剪哎。你可以把弯拉出去一点，进来的时候刚好过去。出去之后一样。剪不到哎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是出弯过去吗？对，出弯过去。没有，我可以在后退吗？我可以在后退，我应该就有办法剪。哦，好想吐哦。多多借我一只。你弯腰的话，重心就会跑掉，所以会不敢弯下去。哎、欸，你用下面拿不是很好吗？好嘞，我们去正面拿好了没？还没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他们俩去走这个，好厉害哦！好嘞，我们走外面，还是你要走这个？不要，走西一点。好嘞，好，好，你长得像吗？我还是会停下来耶，拍谁啊？没关系啊，表示这条线很安全。好，跟得上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好，看山下把手打开，自己平衡哦。好，来，走喽，出发喽，来，对对对。
我都会停下来，我都会停下来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肩膀放的没有那么多，安全的让那只脚进。很大，来继续，很大，很慢，很安心，对不对？我都会停下来，我对我会慢到停下来。对啊，那为什么不走？嗯，好，那这就不停下来了。嗯，来往下，过来这边，跟着跟着。好像要转呢，好像忘记转了，转。好边，好边，好。但是等等，我就转不过去。好，等等。真的停不下来脚，好，
姿势都是这样撑着。哎，谢了。到底它能充到多少？可惜这个 GoPro 没办法换电池，我想它就是不能换电池，我才买它。哦，因为它一体成型，前面的镜头你进进出出绝对不会误。嗯，那要是那种分离式的三防水壳的，我还得买防雾片去吸那个雾气。嗯，对啊，懂了吧？那为什么不买防雾片给 Git Up？ 啊，我买 Git Up 就是为了不要用壳来录啊。那个，不过我现在发现了、啊，这一个换成后面空的壳，好像收音效果比较好。之前录的时候，那个声音都录不进去，闷闷的，被壳挡住了。现在它录得到，感觉不错。嗯。嗯，好了，真的来换个电池好了。那我帮你拿东西，需要吗？嗯，要的时候就跟你讲。一步一步来，首先把壳拆下来，壳拆下来之后钉在上面，这样就可以不用拿。好，壳拆下来之后，现在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哦，这拿得住吗？我用手拿好了，用手这样拿。确定好。好。这样就好了。我是说，你的手套跟那个都握紧。好，好，先把旧的拿出来，放进口袋里，放好了。新的拿出来，它在这个皮里面，接着把皮解开。拿出来，有拉的这个部分是朝外面，对准三格，放进去，好了，现在把皮放到口袋里。没电的电池呢？啊？没电的电池呢？先放进口袋里。好，现在口袋里已经放好了，皮跟没电的电池。靠起来，好，接着拿起这一片，好，塞进去，扣好了，接着开机，录，不对，刚不是没电，刚是卡的负，那怎么办？关机，好，现在还是可以换记忆卡。要我帮你什么？嗯，现在就不用了。确定好动作，这个是要的卡。这个是用完的卡，用完的卡。
欸，六次路满欸，我还以为一个下午这样是完整的。然后两张1月8都还没开始用。看不到字了。32。非常花眼啊。64。然后是很小恐怖。对啊。快到了哦。快上而已啊，后面跟不上，跟不上是溜掉啊，溜掉总比偷转好，对不对？至少这次不会偷转的吧？就看好。好，那个溜掉那一种好解决，偷转那个比较难解决。一个是不小心的，一个是人为的。